师父2012年11月开始念诵观世音圣号后面的摩诃萨，要默念不出声。但是现在同修们念诵摩诃萨3个字是出声的，这样对吗？都对，你心中叫师父也对，你叫出声音来也对，你叫出声音来我更开心，你放在心里我不知道。好了，感恩师父。